怀孕失败后有什么感受啊？失败以后有一丝沮丧，以前我一直在呐喊无后的自由，从来没想过在被景雅绑架的过程中居然对自己未来的孩子有了一种期盼期待的感觉。我甚至在想想如何去适应一个父亲的身份，有种紧张感，而这种紧张不是恐惧，是兴奋。你是不是发现你没有你想象的那样抗拒孩子？如果有了孩子，你有可能和世界上所有的父亲一样幸福，勇敢地去担当。有这种感觉。很高兴看到你除去放荡不羁和崇尚自由的另一面，一个男人对世俗的责任感是永远的。